新闻继续来看，是针对着嘉义市财政税入有113亿，但其中大部分拢是中央补助来支撑。你面对着市府的税入只有33亿，议员烦恼市府的财政体制不好，要求着财政处伫咧编列税出计算时，爱考量着开源和节流，同时也有责任考量，以编列着长久性政策所需要经费，和社会福利等等等等。嘉义市议员黄秋德二月质询表示，嘉义市每年2022年税入113亿3000多万，税入的部分有地方的税务税收有23亿外，加计其他总共有33亿外，剩的拢是中央补助统筹分配款分配的所在。2022年税入比去年增加8亿外，这其中主要是统筹分配以及中央补助款的挹注。黄秋德表示，嘉义市本身的财政体制脆弱，本身的这些80亿块拢都是中央的补助，配合中央补助款。啊，这个是哦，当然是咱爱心知影的，这是高三省的。过来咱来讲，啊，要安怎市政话的建设，市面安怎分配，安怎来开啊？其实今天正好在联合报里面有放的，也报了地方债务中的一个更新。我想在整个一个比例的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嘉义市平均每一个人负担债务是9000块。我想我们是在全国当中是倒数第三，台湾本岛里面我们倒数第一。市长吴敏辉表示，市政府召集相关科目的部分，拢用伫资本门顶管，敢若有承担。嘉义市是严守财务纪律的县市，担心公债法债务归零的趋势，守法的人无了建设是真正亏。在资本门里面，其实我们只有增值，像嘉义市，我看我们的增值空间是很大的。是吼，所以你通存在一个观念哦，含足侪关系拢同款，钱我可以来借，借钱反正后壁就讲拍坏啊，讲把钱拿来打烂啊。对吧？你完全准备好哎！我现在最担心的，像我们这么样严守财务纪律，而且做了很多财务努力的县市，你看，但我们很担心，现在很多像公债法，那不入哎，大家拢进来，债务归零。那我们这些守法的人，我想我们没有建设，真的很吃亏。市长，现在。有可能不会进来了，因为中央的债务哦，我来足严重的啊。黄秋德认为，借钱无所想的空间遐尼大，同时嘛是爱负担利息，上基本的是爱开源甲节流。除了中央补助甲统筹分配，嘛爱有财政持续长久的推动家己市政。但是你著爱有法度贯彻，一定做，你爱有责任，我做了你爱有责任，对历史有责任啊。你在我做个你能当太阳丢起来，还是后边人在做，咱无在做，该钱无在做。这一趟两个后边你啊，我含你讲的，含处理的，也有在。黄秋德爱财政单位要有责任，来考量编列长久性政策应受的款项，和社会福利贯彻长长久久。谢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